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啊！哇，今天。今天是我为数不多想有这个早退的一天啊。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王子太弱了，玩的没意思。上把那个局不是王子说不定就赢了，真的。太弱了。哎，点错了啊。来一首浪漫手机。哦，不要再忘改了。这征服者狮子狗打不了，避开它就好了。他提前在我这边坐眼了。
这时候呢应该要到六了，我去反蹲一下。塞拉斯要越塔杀的。没有办法这样子啊。坦兰前面就是需要发育的，这队友不能一直打架。来个红刀好了。哇，我妈的怎么捡了两三下没捡到呢？
赶紧把线推了。哎，我玩贪狼最怕的就是这种局。主要我现在去补线也没有用。打你个爹，这怎么玩呢？
打不了，这装备等级差距太大了，这会儿。Thank you.
穿他们。对吧？感觉能看到彩蛋了。这波装备感觉再好一点可以杀了。我跟他有装备差距，这会儿
绝对不会看到我。我要来个护火甲，对面螳螂也不是这个，对面狮子狗也买护火甲了，他先买了个表，待会谁护火甲买了，谁活的久就能拉到这个彩蛋了。你们一直抢我野干嘛的？彩蛋要出发了，我拿到这彩蛋我就可以再进化一个亿了。这蛇轮大什么时候开过的？这我打完不能死，直接团就好了。
哎，那边人先过来了。打得有点累，说实话。